向你表示慰问，然后今天祝你那个手术成功，早日康复，好吧？嗯。不用担心啊，没事的，慢一点，慢一点哈。没事的。这个要不死事，是村里很多人给我打过针，都有人给我治好。二十二十二十四二十四八十五应该是那再给你们拍一下好 ICU 里面不能进来你们不可以进赶快出来 ICU 里面不能